先呢一個咁得意嘅咩嚟噶？呢個叫過酒換瓶嘅。過酒換瓶，平時飲紅酒就話要唞下氣啫，過酒換瓶究竟係咩嚟噶？哦，其實一般嘅陳年嘅紅酒咧，裏邊咧單寧咧，即單寧酸咧，會產生一啲沉澱物嘅。咁飲嗰時咧，如果飲埋沉澱物，就影響口感同埋個質素啦。咁所以用呢個方法去呢個叫 decant 啦。嗯，頭先我見到你有用蠟燭喺中間，其實係有咩作用㗎？因為照住個瓶咧，所以睇到啲沉澱物去到呢度為止咧，我哋就會停㗎啦，影響咗去跌咗去再飲翻就唔好啦。呢、這個技術可以做咩咧？咁譬如啲酒，通常陳年嘅酒都會係一啲未瞓醒啦，可以話，即係佢比較質地會硬少少嘅。所以佢倒落去之後咧，咁空氣接觸面大咗咧，咁佢就會加速佢嘅酒醒嘅時間。哦，但係個瓶係一定係呢一種形狀㗎？呢啲最好，因為佢平面係大少少嘛，空氣接觸咪多咗咯，咁佢就會加速咗個 decanting 嘅。睇你整咧就好似好簡單喎，但係如果做起上嚟會唔會有難度㗎？都唔會都好簡單，你只要喺攞啲酒啦，喺個酒窖或者喺酒櫃裏邊攞一至兩日擺喺度，即係沉澱物停曬下邊啦，咁跟住咧就點蠟燭啦。將啲酒慢慢倒落去個 decanter 裏邊，咁咧一氣呵成喎，就唔可以話窒下窒下咁樣，就因為佢啲陳年物會飛曬上嚟嘅，都係 keep 住個陳年物喺下邊，就去到一中鏡位咧就 OK 噶啦。嗯，我今日真係學到好多嘢啊！Ophelia， 等我介紹只紅酒俾你知啦。嗱，呢一隻咧就係 Dragon Five， 佢咧就係澳洲嘅紅酒嚟噶。而且咧，佢就比澳洲著名嘅評酒師咧，每次評分都高達90分或者以上噶。咁犀利！其實都未算啊，喺2010年咧，佢仲有95分添啊！真係越評越高，真係越做越好啦！你睇到啦，佢嘅顏色咧就係澤紅帶紫嘅喎，好似有啲花香味。係啊，佢有咧薰衣草嘅香味啦，同埋呢個蓮果醬嘅香味。自己的味道啦，同埋呢個紅果醬嘅味道啦。正所謂呢一個單寧咧，結構適中，就係講緊呢一隻酒啦。所以就啱曬我哋女仔飲咯，咁 fruity 嗬。跟住咧，另外呢隻酒咧就係法國嘅 Chateau Dugana。你估佢評分有幾高？我諗你介紹得俾我嘅應該都唔差，但係差少少啦，80几至90分啦。同你嗰隻有得揮㗎。其實呢支咧就比著名嘅評酒雜誌啊 Wine Spectator 評佢有90分咁多㗎。頭先咧呢一個過酒換瓶係咪就係呢一隻酒啊？係啊 ，Chateau Dugana 咧就係頭先 William 做個過酒換瓶嘅。咁睇下飲落去咧係咪真係柔滑啲先？有啲黑果同埋紅果味喎，同埋過酒換瓶之後咧，沉澱物亦都少咗咯，好似奶茶咁誘惑啊！我最近咧同個朋友傾開偈啦，我就以為咧人哋咪成日話我要飲嗰支紅酒係幾多年咁樣嘅，咁我一直就以為係只要佢擺得越耐，個年份越耐咧，就係一隻好嘅酒嚟嘅。我一直都以為係咁樣喎，同埋好似話唔知邊幾個年份咧就係特別靚噶嘛。係啊，所以唔係話一定係年份擺得耐，即係佢嘅譬如呢支酒20年啦，咁樣就一定係好咯，因為佢要根據翻咧佢當地嘅無論係天氣啦，或者可能佢收成嘅時候啦，甚至乎佢釀酒嗰個木桶。各樣嘢加埋咧，所以先至會稱得為一支好靚嘅紅酒，就唔係話擺得耐就好嘅。誒，咁男人咧，男人係咪越老越好先？男人其實我就一定係中意啲大個嘅男人啦。大幾多先？唔係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其實我唔抗拒啲子弟戀啊，或者即係揾翻啲差唔多年紀嘅男仔。但係你要明白嘅就係、是。咁靚仔，咁你出街見到冇好似收住個小朋友咁啊？係啊，有啲似富太拖住個小白臉咁樣咯。你有冇睇過有套台灣戲係《敗犬女王》？有啊有啊，係咪好正先？係個男仔細過個女人8年噶嘛。係啊。咁佢哋出街咧，即係俾啲人指指點點，真係唔知點樣，俾人笑到黃咯。因為女仔同男仔咧，其實你同年紀都好，個女仔個樣都係會比較大少少噶嘛。因為男仔係好似食咗防腐劑咁樣噶嘛。係啊，唔明點解。腦筋都用到啲男仔40几歲做 man 咁。係咯，40几歲都好多。你有冇聽過男人41枝花啊嘛？但係女人40係咩啊？爛渣渣啊，好大鑊㗎！男人咧唔代表40几歲咧，佢就真係可以 take care 你㗎。
有些男人可能小小個已經被家中壞了、或者成長環境是屬於我可能富二代那些，那變了他可能由小個到大個都是一帆風順，沒什麼經歷過那些困難、挫折，那些真的很大鑊，你跟他一起變了你還要 take care 回他頭。所以其實無論是小個一點也好大個一點都好，都會有一些是你覺得不適合的人，但是為什麼會都是始終大個一點年紀會好一點呢？是因為他們的平均平均可能始終他大過一些的話，你在100個男人之中可能都有70個是可以比你成熟，但如果你找小過自己的話，100個可能只有20個，那你怎麼跟別人爭呢？所以呢女人呢都是找自己大5年或者大10年的就比較好。不是，是4至10年才是 perfect。 為什麼要4年才是，不是男朋友大你4年？好啦好啦，我們喝杯吧，秘密 Cheers。Watch it.